我就没想到你怎么能跑到我家里给我装浴缸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也实在没想到啊。你这样，浴缸我送你了。呦呦呦，拉倒吧你！啥呀？你都什么条件？你都干这？哎，算算算，我不要你的浴缸。咱发小用不着这样，咱什么感情啊？啊，小时候你忘了？咱香港电视剧看多了啊，怎么过家家做游戏？你演妈咪，我演 daddy。记不记着？我记得，可记得了。我还搂着你吗？当时。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原来啊，原来搂的可舒服了，现在他长个了，这样你搂着我，哎，搂着，这样就行了。你给我撒开！剧情升级了，不是没事，过上了。我这感情，我跟你说，这醋你吃不着。我们俩是发小，那太纯洁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媳妇儿，你坐，我跟你讲，小时候我们俩哎做游戏，哎，他是妈咪，我是 daddy 啊，还有一小子哎。演我们俩的儿子，演 baby。 哎呀，那小子我都不说，那小子太有意思了，两个鼻孔眼里永远挂着两个哎两大鼻涕，太阳光一照都反光，像粉丝似的。哎，那袄袖子永远都是亮的，你知道用啥不？用啥呀？擦的。我们给他起个外号，二埋汰嘛。是是是，二埋汰，二埋汰。那你看那谁呀？那不你同事吗？谁呀？你再仔细看看去啊。看看谁呀？啊！哎呀，来看看看看，你谁呀？真认不出来了啊！擦的，二埋的，小土豆，二埋的，二埋的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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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土豆你叫的呀？那我叫啥？小时候咋叫的了 ？Daddy 呀，叫呀！哎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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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都挺大岁数，你去点。叫不叫？叫不叫？叫不叫？不是，现在你问就问。叫不叫？爸爹。哎。二埋汰。二埋汰。哎呀。好长时间没听到你叫我爹地了，但是今天我很受用啊，听着很舒服啊，再叫一声，没完。哎，叫不叫？哎，爹地，爹地，大点声，爹地。哎。钱师傅，钱师傅，哎，看给人大哥整的，脸都整红了。嗓子嗓子没事，我跟你说没事，真的。哎，是我们小时候玩那游戏，我演妈咪，他演 daddy， 我演 daddy， 我演 baby。我们来来来，坐一个，坐一个，来来来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不开不开就不开，妈妈你回来。哎呀，好玩不？好玩吗？啊？那我也感受一下呀。行啊。你看我演啥？要不钱叔帮我演你妈呗？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快坐着，哎好，坐着坐着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没想到我30多年没见面，我怎么能找到你家？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我呀，公司得出了点事儿。啊，是给一个老总打电话啊！不是你忙你的。对对对，我很忙，因为这事儿比较急啊。忙去忙去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行，哎，好了，倒点水，倒点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嫂子你别忙，没事没事。我跟你说好了，我跟小土豆咱们哎呀，咱是30多年没见了啊。胡总，那时候我跟你说，小土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行了，别忙了，嫂子。喂，哎哎哎哎，您好，您是胡大鹏胡总吗？啊，我是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我可找着你电话了。是这么回事，咱们两个公司有笔业务，我这跟您汇报汇报啊。啊，是这样的啊，啊，我这边吧有点急事儿啊，你一会儿再打过来。哎哎，喂喂喂喂喂，好吧，我什么时候打？喂。小土豆那时候，哎，从我遇着时候就这么高。哎呀，现在算是头发。哎，二埋汰啊！你给我站住。那家伙，好家伙，这我告诉你，30多年没见面了，你什么都没变，除了个儿长高了。你看你这个埋汰劲儿，什么埋汰呀？人家刚才干活来埋汰吗？你年轻那块好，袜子往那一扔都能站起来。哎呀，坐坐坐坐坐，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哎，不是，你俩怎么碰一块的？怎么到我家了？我媳妇儿啊，对，我他媳妇儿。嗯。啊，太好了！哎哎，哎，他凭什么是你媳妇儿啊？哎，他凭什么是你媳妇儿啊？你凭什么管呢？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事儿事儿，挺好。什么呀？想当年的做游戏的时候，他是妈咪，我是 daddy 呀，这是儿子呀，这是。你还过家家呢啊？
人都多大了，别挑他。不是，没事，小时候我们一块玩的时候就老欺负我。怎么的，我去，给我说说你俩怎么在一起的，快点的。我们俩呀、啊、劳务市场打零工的时候碰上了。哦，然后后来呢就一起搭伙干了。再后来就干在一起了吗？挺好，多好，听见没有？嗯，这就是劳动人民劳动当中结成的爱情，牢固啊。对，哎，你这样啊，你们先坐着啊。干啥去？我这老总让我一会儿再给他打，不是比较急，不是私密业务啊。没事，行吧，你倒点水，快点的啊。好，你别客气啊，到家里。哎呀，来，轮到轮到他，哎呀，不是他老这样，吃点水果吃。哎呦，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。不是我，让我进来。对，没事没事。喂，哎呦，胡总，我知道你挺忙的啊。我呢，我跟不是，就百忙之中我就说几句话。哎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咱们是发小，咱们是发小，一个院长大的。你怎么听不明白我说话呢？我现在有事儿，你一会儿再打。不是，喂，大老板是大老板，这太难伺候了，这。哎呀，哎呀，谢嫂子，没事。二白菜，你给我站起来。哎，这家伙你还行了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大白梨能嫁给你，你可好好对待她，你不能让她受一点委屈，你知道不？我一点委屈我都没让她受。你下去过来。我真的我你还不让她受委屈？你这是干的什么活啊？你这是，你干你就干吧，你让她也跟着你干，你干嘛呀你啊？不是我，我告诉你，大白梨能嫁给你，你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。哎，不羡慕人家，我嫁给你，你家祖坟都是兴许爆炸了。你听没听见？你听没听见小土豆说啥？对我好点儿，跟你说我娘家有人了，这回。我就是他娘家人。我告诉你啊，要向我学习，通过30多年的努力，你看看我，看看我现在发展的，大企业家。哎，看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现在整个就是哎，好吃懒做，游手好闲，不思进取，就知道花钱。我跟你是进步了，我还是堕落了？什么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媳妇儿，你跟着我享福了。你可拉倒吧！啊，你转回去就完了。你缺不缺钱那是你的事儿，一碗水能不能端平那是爸妈的事儿。这玩意儿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咋的？还比我肉厚啊？那你回头看看。嗯，他肉是比我肉厚。那你俩这是怎么分的？按分量分的呀？那要按分量分的话，小美丽是不是应该就10000呢？哎，我招你惹你了？你是二美丽啊？你说你咋还斤斤计较了呢？行，我给你们姐俩一人再补10000啊！行，我不要，爱要不要？爸爸给我转。嗯，过去了。稍等，高兴了吧？行了，我干活去了啊！哎，等会儿啊，大姐啊，在这个家里你是最辛苦的哈。这家里家外的都是你收拾的啊！不是二驴子，嗯，你阴阳怪气的，你到底想干啥呀？管着吗你？大姐啊，作为你亲爱的二妹妹，我这30000块钱呢，转给你了。这是什么操作呀？哎呀，爸妈呀，你们给我钱呢，那是你们对我的爱；我给我大姐钱呢，是我们姐妹的情分。哎呀呀，我二姐呀，别看肉挺厚，但格局确实很高啊！随便打劫一跳。哎呀，中国好姐妹！哎，但是啊，爸妈还有你俩啊，这事儿只能咱们几个知道，别让我们家钱顺风知道啊！啊，大哥，到账了30000。行，等会儿，啥玩意儿不让我听见？我可听见了，30000到账。二米，我没说你给我转的30000，我哎，不是，你怎么回来这么及时？别给我打岔，什么玩意儿30000到账啊？不是二姑爷啊，哎，家里事儿没有不能明说的，你过来，妈跟你说，啥事儿妈？是这回事儿，怎么事？以前呐，你看你们怕爸妈困难，都给我们钱啊。现在我和你爸有钱了，就把这些钱给这仨姑娘一人分了30000，可是二米粒风格高啊，人家不要，给大姐了。二米粒儿啊，你这事儿做的是不是太过分了你？不是你啥意思啊你啊？爸妈这种行为多可贵啊，多善良啊！啊，爸妈这一辈子攒点钱容易吗？啊，都给了你们姐儿仨了。大姐，我建议啊，
老人这个钱咱不能要，你给老人退回去。不是不是，他把钱退回来了，那钱你给他呀？爸，你说对了，这钱我给。哎，我这眼睛有毛病，哎，你们帮我看看，这人是叫钱顺风吗？不是，我这耳朵好像也出毛病了，从没见他这么大方过，今天咋这么豪横呢？爸呀，哎，之前啊，你这二女婿是有点抠门，但拥护啥呀？因为那时候我那个企业不是在发展阶段。钱咱得用在刀刃上，有道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在辽宁的这个营商环境多好啊！我这企业是蒸蒸日上，别的不敢说啊，就今天，一笔大买卖做成了。二米粒儿啊，钱都到账。哎呀，多少钱呢？哎呀，多少钱啊？哎呀，哎呦，我天老爷爷呀！我现在坐在这儿了，但我仿佛我自己站起来了。不光你站起来了，全都站起来了。哎呀，我哎呀，都请坐。大姐，小米粒，把钱都还给老人啊。哎，大姐，我给你转5万。走你。哎呀妈呀，我怎么也觉得我也站起来了呢？收到没有？收到了，这不是吗？大姐啊，你一定要转告赵刚子啊，让他永远记住，这个家的这个房子的首付。是我，以后我再挖坑，不管挖多深多宽，他要主动的往里跳。行了，这钱我给退回去，不要了。要，不要，哎，你真能显摆，你看你这。小米粒啊，钱总跟你说话，你不得站起来啊？嘿嘿嘿，工作室干得不错啊，奖励你们5万块钱，走你。谢谢钱总。不是钱总，钱总的，在家里随便叫啊。谢。小姨夫，那个你们公司有个叫李兴国的吧？李兴国我知道啊，他是第二个名，他得了12000。哎，怎么的了？快快快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姨，李兴国得多少？得12000啊？他凭啥12000？那就是12000啊！啊，李兴国12000，怎么了？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不是，妹夫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是吗？他拿12000比你多点儿，能有什么关系呀？关系大了。啊，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那可能是领导认为他比你贡献大。对，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话？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哦，那我明白了。他拿12000，我应该拿12万。哎呀。不是，他是不是跟你们赵总有什么特殊关系啊？哎，这可能都是男的，有什么特殊关系？哎呀，妹夫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你听我说，那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是吧？名利都是过眼云烟，3000繁华弹指刹那，百年过后一把黄沙。背词挺快呀、啊。说的对，对，是我听你的。哎呀，你看，要不然、啊，哎，对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哎，哎，哎，小姨夫，醒醒，别冻着，哎哎，别在这儿睡呀、啊，着了，是啊，缓缓。你说的对啊，我不还是经理呢吗？哎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他还是保洁，是，就是。哎，这我说吃啥？待会儿啊，那个，你们请我吃海鲜吗？吃海鲜吗？吃啥海鲜？土豆丝没到，就吃土豆丝吧。我的妈呀，海鲜和土豆丝这差别也太大了，落差呀！我落差更大，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哎呀，都知道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小姨夫，喝水喝水喝水。其实啊，你们公司有比你拿的少的，怎么样？大多数比我拿的少。我叫王二愣的吗？王二愣，我知道。王二愣拿了8000。怎么了？哎呀呀呀呀！小姨夫又怎么了？王二愣拿多少？8000呢？8000啊！王二愣，王咱不说了，二愣，明白了吧？你明白什么了？大傻子，在我们单位，哎呀，你跟他说句话，他3天听不懂啊；他跟你说句话，你也3天听不懂，明白了吧？不是。他拿8000、啊、我应该拿8亿。我明天一早就走了。走了？上哪儿去啊？
还我上哪儿去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说那地方，南美就隔了吧。哎，小米粒什么地方来着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嗯。哦，在哪儿啊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我挨了一个大嘴巴子哟！我一大嘴巴子，我呼死你周啊！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大老远的，你跑去挨个大嘴巴子，你去干啥去？我去干啥？我去，我是不是得干点什么？大姐 啊，对，那个二米正说把你们俩这些年积蓄都带着上那边发展去。发展啥呀？发展啊？做买卖呗。做啥买卖呀？咱家有我一个做买卖的就够了，你们姐仨就等着吃就完了。怎么？那俺们姐仨吃货呀，还就等吃啊？那我们怎么吃货？哎呀，是不是大姐？告诉他咱要做什么？啊，对对对，那个阿米粒儿，那个想倒腾点那个葫芦岛干豆腐、锦州烧烤、盘锦的大河蟹，怎么的？不行啊，师傅、行不行？不行啊。我明白了。到人家南美洲啪挨一大嘴巴子倒腾土特产，我不倒腾什么玩意儿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要去投资，去南美洲投资。行行行，你投资，你啥时候回来呀、啊？还回来啥呀？我准备投资项目了。投资啥项目啊你啊？哎呀，任何一个项目啊都比你那项目强啊！啥呀？我已经上网查过了啊，人家那个南什么地方来着？啊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又是。我就准备把那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进行投资饲养。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饿食人鱼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媳妇儿啊，嗯，你是想干一番事业？是的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干事业是男人的事儿。现在咱两口子有孩子了，你就在家照顾孩子，我干事业不挺好的吗？哎，啊。顺风啊，哎，你不是跟我说过、啊、你做生意特别不容易吗？是不容易啊，而且挣钱特别特别难吗？嗯呢，我这是在帮你呀。 你想想 啊，咱们家这个房子首付你交完了吧？交完了都。月供是不是得用钱呢？啊，这一家的吃喝拉撒是不是得用钱呢？啊，你看咱现在有儿子了吧？啊，奶粉用不用钱？啊，过两年上幼儿园用不用钱？上小学用不用钱？上中学用不用钱？上高中用不用钱？上大学用不用钱？以后儿子结婚生孩子用不用钱？你说就咱俩以后要生病了，是不是得用钱？如果不去那个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上哪儿来这么多钱？